洲小郑州搞外州学工哦以后只可坐管的态度从 AB 管主张母语待我最好谈情可否当在粗他七岁那天有多高历史可否问郑州他的梦得有多好会计方可会越计较The Mockingbird 無聲呢個組合啦。The Mockingbird 係一個 A Cappella group， 換言之即係無伴奏合唱組合。而我哋唱嘅歌大部分都係由我哋自己嘅成員編曲嘅。我哋係一班倫敦嘅大學生所組成，而我哋每年都會有一個 annual concert， 喺入面我哋除咗會唱歌之外，亦都會有跳舞同埋 drama 嘅成分嘅。唔單止咁啊，我哋仲會去到唔同嘅 function 嗰度表演添。不如就等我哋嘅 member 用七個字嚟形容一下 The Mockingbird 呢個組合啦。好啊，而家就開片啦。唔該，用七個字嚟形容 Mockingbird 啊。OK， 自編、自編、自導、自唱、演。無伴奏其實唔難。我會用包你聽到失曬魂。你七個字啦 ，The Mockingbird 好似一個大家庭。充滿歡樂大家庭，一家人唱歌，點啊？開開心心齊歡唱，奇妙嘅化學作用。Cause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如果你要我用七個字嚟形容 Mockingbird 嘅話咧？可能有少少犯規，但系我會話七個字並唔足夠。點解呢？因為首先你喺 Mockingbird 入面，你會接觸到 A Cappella 呢一種新奇而且好有挑戰性嘅合唱模式啦。如果你有進一步嘅興趣，你仲可以接觸到人聲敲擊或者編曲呢一類比較特別嘅音樂體驗。更重要嘅係，你會喺 Mockingbird 入面遇到一班來自倫敦唔同大學。不同年級，但是同樣地對音樂是很有熱誠、很認真的一班朋友。那你會透過每一次的練習、表演、籌備音樂會，甚至吃飯、聚會等等，去增加彼此的友誼。那我相信你在這裡呢，一定會找到你大學生涯裡面很寶貴、很難忘的回憶的。那你說七個字又怎樣足夠形容 Mockingbird 的好處呢？人生乐在相知心，唔哉你一定后悔。体验系咪心喐喐咧？而家就揾我哋嘅 member， boom 啊！